徐副局长，设弟的事儿可就拜托你了。穷酸老师，命不值钱，死死了吧。说到底，他也不是什么清白人，花钱买命拿着吧。不过，太子是换出去了，你还得找那个狸猫。夏处长可能更加看重桂耀东那样的人，但是我更加欣赏你。 大警官，县处长，各位，这些年轻的警员，既是匡扶正义的卫士，也是我们上海警局未来的中坚力量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，上海一定可以百姓安居，我们让上海成为一个安全、公平、 正义的城市。处长，你说这案子怎么破的？他心里没数吗？ 做事的是我们，台上出风头的是他们，凭什么呀？在警局他还数不上号，我就要看看他能风光到几时。